原标题他是梁山十五当家，曾杀父强女，恶行累累，征战中被拦腰一刀砍死。说起梁山好汉之中大名鼎鼎的五虎将，想必大家心里立刻想到的应该是像关胜、林冲、呼延灼等人一样，不仅文韬武略，智勇双全，而且忠义两全的真英雄才对。可就是这五虎将中，却出了这么一位彻彻底底的真小人。这个人虽然在梁山众好汉的战斗力排行中得意排在第十五位，但是也掩盖不住他贪财好色、忘恩负义的名声。而我们说的这个人，就是臭名昭彰的梁山天力星董平。董平又被人称为风柳双枪将，其实从他获封的这个名字当中，就可以对他的人品可见一斑。《水浒传》中是这么介绍他的：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条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皆好。他为风柳双枪将，话虽这么说的这么好听，但小说中展示给我们的董平可不单单只是风流这么简单。董平原本也是朝廷的命官，担任东平副的兵马都监，要说这个职位也不低了，但他还不满足。不久董平就又看上了东平太守的女儿，为此他也曾多次向太守提亲。但东平太守素来久闻董平这个人风流成性，于是几次三番的拒绝了他。后来宋江率兵攻到了东平府，董平凭借自己耍的一手好双枪，得以力保城池不是，但他可不是为了什么家国情谊才如此舍生忘死的。董平只是觉得这是威胁东平太守将女儿下嫁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和东平太守谈判的过程中，对方闪烁其词的态度让董平十分气愤，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早已经将太守今日之举记恨在了心里。后来董平与梁山好汉再次交手的时候不幸被捉，他也不故作姿态，当下就爽快地归顺了梁山。而他归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入太守府中，屠尽了太守满门，只留下太守的女儿服侍自己，叛国投敌也就算了。没想到董平竟然卑鄙到了为了能够强娶美人，狠心杀害心上人的全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恶徒也能被梁山重用，只是从这件事里就可以看出梁山起义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但同时苍天也是公平的，在梁山好汉与方天定的战斗中，董平先是被炮火伤了左臂，使他用不了自己最擅长的双枪，但形势莽撞的董平不甘心就此受挫，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决定联合张青前去打敌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想法是挺好，但是不巧的是在半路上竟然碰到了厉天润和张涛，两军交战，最后左手受伤无法提枪的董平就被后边的张涛给一刀拦腰劈成了两半，更是连累张青也跟着命丧黄泉。要说这种恶贯满盈的人又怎么配合其他的梁山好汉一起共事，甚至还排在了第十五位这样高的位置，更是与豹子头、林冲等人共称五虎将。看来老天虽然给了他惊世的才能，只可惜没有给他一副好人品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